下来看过演出，快了。对，从那儿进来是吧？那个是风从这儿过来，过来了以后吹进来，然后下去，下去了以后走这回过去，通过路子加热，然后再回过来，一直像形成这样一个热风循环。然后里面是加热的，这里面是装烟的。装烟里面上面装了两个风扇，现在把它拆掉了。这个风扇现在不往那客房里面吹风，对，吹风把那家里面的热量带过来，带过来以后，这烟是在这里面碰着，一碰一碰，上面一碰，中间一碰，下一碰，挂着，挂着风吹进来以后，穿透烟层，穿透烟层，就从这边又回去，又回去了，它形成一个循环，那边热量送过来了，烟层里面的水分慢慢排出，从那边。排出去，慢慢把烟也变黄，靠干。这个烤棒是农民是非常喜欢的，农民都叫这种烤棒叫傻瓜卡，相当于就咱现在用那个傻瓜相机。傻瓜，为啥呢？以前农民做那个土烤棒的时候，这个温度湿度它是控制不了的，那个是控制不了的。比方说他想升一度的时候，他下边家门家里的多了，他有可能升到三度，升到五度，甚至于升到八到十度。这个呢，它有一个控制器。控制它，这个是微电脑控制。哎，这个如果说每小时升一度，它每小时就能控，就是升一度。三个小时升一度，它就是。哎，这三个小时升一度。三个小时。这个控制的非常的准确。对，冬天那个拆了回家保养。像我们都能过来，到了晚上了以后呢，小偷过来了以后，他不能把那个。啊。这是。